韩国 SM 娱乐的一众艺人 EXO、Super Junior、少女时代、Red Velvet、SHINee 等今日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，准备在当地时间18日及19日举行 SM Town 家族演唱会。首场的演出已经圆满结束，但在组合 SJ 表演时，队长利特就没有现身舞台，令粉丝们十分担心。因为利特抵达当地机场时已经被粉丝捕获到，应该是到了演出场地才对的。19日上午10点左右， SJ 官方社交账号发出通告，表示利特在圣地亚哥当地被确诊为肠炎，未能出席 SM Town 演唱会。在医院采取措施后，虽然抵达了演出现场，但身体的状况没有好转，无法上台。事务所会观察他的身体状况后，决定利特第二天能否参加演出，敬请各位谅解。而消息曝光后， ELF 们纷纷留言叫欧巴好好休息，希望他不要再生病，要健健康康。另外 SJ 成员崔始源就在个人社交账号中上传了和 XO 师弟灿烈的合照，并留言为好弟弟主演的 TVN 剧集《阿尔罕布拉宫》的回忆做宣传。画面中颜值超高的两人摆出帅气的表情，获得不少迷妹们疯狂点赞，称欧巴们好帅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